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赛事直播。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王浩洋七段，为大家讲解第23届农心辛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六局的比赛，是由中国棋手范廷钰对阵日本的景山裕太。王老师你好。陈丹老师好，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这个农心杯是迎来了第二阶段的第二场比赛。是的。那在昨天的第一局比赛中，中国棋手范廷钰是战胜了韩国的大将朴廷桓，然后登上了擂主位。没错。今天这个日本也是不走寻常路，派出了就是基本上出战主将位的这样一位选手景山裕太来攻擂。王老师，您对这个排兵布阵怎么看呢？我感觉大家可能现在对这个排兵布阵都比较有新意，就当时其实朴廷桓出场的时候，对，就已经让大家大跌眼镜了。是，就平常就往往都是韩方主将的一个朴廷桓，对对，直接就在第二位就出场了。是，但是我听这个韩国队的教练穆贞硕说，他们是早有准备，就让他先登场。其实我觉得让朴廷桓先登场，可能意图就是，防止中日棋手在一开局的阶段有过多的连胜。确实没错，因为往年的话，我们知道都是这是现场画面。对。宣布开赛的是中国围协会副主席、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这就是中国的棋手范廷钰。范廷钰跟农心杯也是非常的有缘，没错，两次在农心杯赛场上达成七连胜。这是日本的景山，景山现在在日本的七大冠中是手握四大冠。虽然这个跟以前包揽七冠这种统治力可能有所下降，也是被日本年轻棋手冲击，但是应该还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第一人的位置。没错，日本第一人啊。现在比赛呢还都是在线上进行，这个电脑我看好像也是新为比赛配备的电脑。好，那这样我们先进入棋局，因为比赛是在下午一点钟开始，韩国的时间两点。已经进行了一些，就我们先慢慢的跟上进程。好的。这盘棋是猜先。进入猜先的话是范廷钰执黑。范廷钰执黑。农心杯的话，因为是韩方主办的话，那就是对六目半六目半的比赛。所以对于黑棋来说，可能好，心情好一点。对，相对来说要心情要好一点。这个棋的话，范廷钰其实在农心杯的表现一直都是非常的稳定。是，我觉得在上一盘棋当中，那个出战应该也是想要遏制一下朴廷桓的一个势头，感觉上。小目，白棋也是一个小目，这样的一个对小目的开局其实还是相对少见。感觉说白棋是对白棋的这个开局就是感觉上景山的话，他还是对于这些布局还是有比较自己的一个理解。然后黑棋挂角，挂角，白棋也挂角，白棋反挂，对。他现在不担心别人飞压了吗？对，其实最近我们看棋的时候，其实很多棋友看的话也经常，我也说过很多回，就是现在就是像现在这个飞压已经不是说 AI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给我们说的那样，就是被飞压就是黑棋好。其实现在那个作为白方来说，比如说他就爬再跳，然后跳或者飞，两种下法都可以。那么就是这一方觉得 AI 现在觉得白棋被压两下也还好，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之前是认为被飞压两下好像已经亏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现在他 AI 他也自己也进步了，所以说被飞压是比较就是也还好。不过我们常见的其实是黑棋挂这边是更常见一点，就这个星位的时候可能更常见一点，然后挂的时候白棋反挂，然后黑的飞压，对，然后白棋爬，黑的长，白的跳，
这个其实我已经说很多，就韩国棋手特别喜欢这样子下白棋，嗯，就是被黑棋飞压两下，嗯，然后喜欢被飞压，对对对，然后黑棋正常黑棋得走一个这个，对，然后白棋就脱先，就是他们觉得这样速度比较快，白棋，嗯，如果黑棋不走的话，就比如说黑棋如果什么这种地方走一个，嗯，那么白棋飞压过来，飞压黑棋，然后飞压黑棋。嗯，这是跳吗？还是对对，现在应该是跳。跳一个。那黑白棋把这个贴起来。嗯。就他认为上方这个白棋其实这被飞压两下也没事，贴起来之后配合也是还是不错的。嗯。啊、嗯。就韩国棋手对这个局面研究比较深。我感觉是因为我跟他们总是下棋，然后他们总是这样下。哦、我自己最近我也是在尝试着去体会一下，我也是白棋经常是就是反挂，嗯、让别人来飞压我。嗯。嗯。之前的话我在这个局部比如说黑棋挂可能啊我不是比如说我尖一个对或者就尖顶的跳一个对啊现在的话我也尝试着就是做出一个反挂的一个棋嗯嗯实战的话当前是两个小目两个小目不过嗯也差不多就是还是景山还是觉得这样是可以被飞压的嗯嗯但是两个人都不怕就再挂一个啊再挂一个挂三个嗯这也是正常的，就、嗯、然后黑的飞白棋，白棋飞一个，嗯嗯，这时候黑棋没有选择这种简单的爬这个定型，对，他选择了一个尖顶，尖顶也是在此局面下就是，嗯、一个趣味，就是一个趣味的下法，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下法的可能性，嗯，但。这个尖顶的话应该是在更多的时候是想争先手的情况下嗯就比如说黑棋这个时候我们先假设嗯他是走这儿、嗯、然后呢白棋反挂那么黑棋飞压、嗯、这个时候白棋就是他爬了跳不是被黑的尖了吗对他不满意他想先飞压嗯他想先飞压你如果说这时候黑棋你跟着他硬的话对你露一个后手我再抢这个然后如果黑棋这样走、嗯、那么这有飞压了嗯有飞压了嗯然后呢黑棋他再爬出来他下成这样嗯我们刚才说这个黑棋因为正常来说是要走一个的结果现在等于被白棋飞压掉了嗯那么现在我们眼见的这个白棋贴起来是很好的一个棋形那么黑棋大概可能是要压这个嗯然后再继续压把白棋搬黑棋搬嗯白棋反搬这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定型的手段嗯，嗯，然后黑的现在之前有顶的，嗯、但顶的话，现在局面可能白棋会反击，哦、这地方脱先了。对，这个地方虽然吃的很大，但是白棋由于提掉以后，白棋上方呢，我们看这个效率和配合还是非常不错的，嗯，啊，所以像是这样的话，黑棋是不太满意，嗯，啊。那么现在顶和顶不到了可能黑的只有单长这个长一个啊、嗯，那么黑白棋把这个走了嗯然后黑棋可能会争吃这个嗯对然后白棋就这种他再压过来这样的话虽然暂时他还是跑不出来争子但是接下来如果再长一个就引到了那么就引到真了嗯那么如果这长先手黑棋这里是等于是动不了的那可能黑棋只能把这个补掉那么黑白棋把这搬下来嗯啊就下成这样的话大家好像认为还是白棋不错嗯、啊、黑棋的这个后势没有太多发挥的作用然后白棋的实力还是很多就这样的局面已经成为一个就是就像这种半盘这种大型的定式的感觉是吗、嗯、对就是主要还是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基本上双方是一本道的就是比较好理解因为下成这样以后、嗯首先我们的原始图形是这样的嗯那么黑棋如果说它不压过来被白棋贴起来它无论这边怎么分头其实被贴起来都是不太满意的嗯那么黑的只有压过来对那么压过来以后就黑白棋也只有长然后它压的话它也只有搬就其实这些虽然手数比较多、嗯、但其实就是还是比较一本道比较有必然性 嗯所以说虽然很大型但是也比较好记嗯，所以就是说被飞压两下作为黑方来说他是有些不满意的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就可以有可能会见到实战当中嗯，黑棋的这步小尖嗯，这步小尖其实它有一个争先手的意图小尖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如果说你黑棋白棋，如果 你如果立的话，嗯，那么呢，黑棋它就单飞出来，嗯，这样的话，它比爬了跳出来呢，它就是要损的稍微少一点，白棋的棋形会薄一些，嗯，如果将来黑棋争自由立了，就是我们假如黑棋争不掉的时候，可以搬出来，对，它这个搬出来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手段，粘上，对，搬了粘上，如果黑白棋争不掉这个子，嗯，这样的话局部。白棋是有点难受，他如果加一个弃子，其实黑棋就，就很非常开心的笑那样笑那，嗯，啊，就把这两个对对对吃掉，嗯，啊，嗯，吃一个，对，因为吃掉之后还是一个先手啊，因为这里的断白棋依然受不了，嗯，白棋大概要补一个，啊，那么局部的话，黑棋这样先手吃掉两个，还是实力还是非常可观的，嗯，所以争子有利的时候，这搬出来还是很严厉，没错，争子有利的时候，黑棋搬出来是非常严厉的啊，那么相对于黑棋爬了跳或者爬了飞的话，白棋这样如果单立的话，局部还是稍微要亏一点，嗯，作为白方来说，那么一般来说白棋是不太肯的，嗯，啊。那么白棋还有一种下法，就是黑挡下来，嗯，然后黑的搬出来，这样的也是一种变化，嗯，啊，这样的话可能局部就暂时就不下了，啊，如果就长的话，这个就是效率不是很高，就如果下成这样落后手的话，局部不是很满意，黑棋比如说他把这个挡下来，啊，那么白棋肯定吃亏了，嗯，啊，然后。除了这个立和这个挡和这个立的话呢，白棋最强的就是这个搬了。搬在局部来说最强的就是搬了。嗯，如果黑棋虎，嗯，那么白棋打吃，对，黑的接住，嗯，白的再拐，嗯，然后你打吃，那么作为白方来说，他比刚才直接挡被你搬出来，嗯，他就明显要好一些，嗯，他把你等于已经封进去了，嗯，啊，暂时这个地方他也可以考虑脱先，也可以考虑虎一个，其实他已经比刚才那个明显要好了。那这个挡是不是有点软？如果我争子有利的话，可不可以反击？挡的话就是并不是黑棋现在此时局面的他的意图了。嗯，啊，但有的时候他可能也可以挡，就比如说可能这边价值不大，让黑白棋这样走在外面也没事的时候，嗯，可能挡也可以。啊，嗯，但此时他一定不是他这样想的。嗯，此时的话，黑棋想反击，他一定是要反击这个扳的。嗯，那么白棋吃，黑的粘住。啊，千万白棋虽然现在争子有利啊，嗯，白棋千万不能吃这个，嗯，啊，吃这个的话，白棋黑棋是跑不出来，但是他这一吃，当你提掉这一长啊，嗯，我们这看一下这个局部白棋是大亏的，嗯，啊，虽然提掉一个，但是这个子死在里面实在是太惨了，嗯，啊，那这个棋千万不能吃这个，嗯，那么白棋就虎一个，对，黑棋打，然后黑棋打吃，粘上，黑的粘上，嗯，然后。黑的飞或者跳，就两种下法，嗯，啊，大致是跳，现在的局面应该是跳，然后黑的白的吃，嗯，那么此时黑棋呢就争到了先手，争到了一个跳这个宝贵的先手，这个，不是跑不出来，我就不跑了，哦，我就其实我就是兼一个，我就是为了不让你挡下来，嗯，因为我要挡你一挡，那咱俩都一样的话，对于黑方来说没什么好处，嗯，那么他先手地形成这样之后再挡这个，就是。他局部的一个想法，坚定的想法，嗯，就是他有的时候如果为了争先手，那么下成这个图，然后争到了先手，走到一个比较急的地方，嗯，那么黑棋还是可以。但如果说外面没有比较急的地方，嗯，就比如说这盘棋，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嗯，那么下成这样，黑棋是不能满意的，嗯，因为在这个局部，就我们看左上角的这个局部来说，黑棋其实是稍亏的，就局部而言，嗯，啊，那么如果说黑棋这个子在这儿。然后能挡下来，那么黑棋还是可以。就从配置上来看，黑棋就满意，因为这两手棋的这个程度和这个挂完以后再走另外一手棋的程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对，啊，所以说能走成这样，那么就是说可能双方还是一个两分啊。如果是单纯是这样的一个局部定型的话，还是黑棋要不满意的。嗯，所以说在平常看我们下棋飞压的时候，其实见不到很少见到这个尖啊，因为局部它实际是亏的。嗯，啊，因为它是亏的。嗯，啊，当然就是你争先手可以这样走。对，当前的局面的话。现在等于是就是这边有一个挂，这边有一个挂，然后他还是想他要争先手，他想争先手应该是
挂这个，还是想飞压、这个、想飞压这个、哦，就他可能觉得被白棋如果飞压到的话，嗯，可能就这边我先走，对，白棋再坚起来，对，嗯，黑棋可能大致上走一个，嗯、然后白的可能他可能觉得这样有一些不满意吧，想寻求一点变化，对对。所以没有走普通的这个爬，对，局部还是尖的、嗯。是，那么白棋自然也是扳的。扳。嗯。黑棋当然自然也没有挡。对。嗯。粘上。对。虎这个。啊、嗯，一定要虎一个啊、嗯嗯，一定要虎一个。打。白棋粘，它要飞出来。飞出，嗯，啊，现在的话它不是跳的，因为跳的话其实是一个弃子的意思，就是吃的话这个子就基本上不能跑，这个跑不掉了，这边有先手、哎、没错，这个压几乎是先手嘛、嗯、这个跑应该就不跑了啊，当然飞的话它肯定要跑，跳一个就是意思就意图就是我不走了，将来白棋你提一个的话我就尖一个补一个啊，就补一个，嗯啊，飞的话它的意图就打算跑这个的时候就飞这个、啊、对没错，嗯嗯，因为如果飞，若你不跑，不马上跑的话，将来被白的继续飞压的话、嗯，你可能你也就跑不出来了。是。那么这个头你等于被白棋摁进去了。嗯。啊。但是他现在应该是想要抢这个。啊。对吧？是他应该尖顶的意图就是要为了飞这个，嗯，用就是为了飞这个。但白棋直接飞了一个，也没有爬。也没有爬，直接飞了一个。直接飞，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就是之前这些的话，我还是比较了解，那熟悉的、嗯。但直接飞这个，确实第一次见。那如果爬的话，他是有什么不满意吗？比如这么下，爬了跳。对，正常的应法。其实我感觉也没有什么不满意，都在寻求变化，是吧？就我目前来看，我觉得白棋还挺满意的。如果爬了跳出来，嗯，啊、嗯。就因为我觉得爬了跳就是黑棋现在压过来白棋不怕、嗯、感觉没有什么怕的地方、嗯、因为下一步棋白的贴起来依然还是非常大的一手棋，嗯嗯，感觉其实也没事儿、嗯、我觉得就跟这个飞比、嗯、看起来这个飞的话将来主要是黑棋是将来冲了家，嗯，冲了家是一手非常非常要命的棋，嗯嗯，这样的话局部白棋其实还是有点亏的，嗯嗯，他飞一个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还是不太能理解他飞一个，他是可能是为了尖顶，将来尖顶，嗯，或者是他猫着冲断对，他觉得如果这特别厚的话将来直接给你冲断了、哦、嗯，就他可能爬个跳的话他觉得黑棋的棋形会相对来说厚实一点，嗯，现在的话黑棋这里现在有个冲断，对啊、嗯，因为景山的意思是可能如果说你走别的他马上要冲断你，如果你在这硬一个的话呢可能他就不走了，这边轮白棋，对，他可能就不走了、哦、嗯，这样的话你没有挡下来的话我局部死活肯定不成问题，白棋、嗯嗯、应该也是一个想争先手的一个意图，嗯，想让黑棋在这边跟着硬、嗯、对对没错，然后白的就脱先了，嗯，对，如果你不硬他就猫着冲断你，他利用那个后势冲断你、哦、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图，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手棋，是，嗯，就黑棋立刻在这边出来，对，黑棋应该还是要跑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说如果不跑被飞过来其实特别难受，飞过来黑棋应该只能爬，这不可能冲断、嗯、然后白的再长，那么接下来黑棋这里被跳进去还是不活，可能还得补一个，那这个基本上也对，这个反正跑的话将来白棋也不太害怕，就比如说冲了就跳一个，嗯，感觉也不太害怕，是，就是所以说黑棋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挺着急的，嗯嗯，然后跑出来白棋长长，就在压，嗯，反这个地方就立刻战斗了。对，战斗的话，反正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对日本棋手是想要多战斗，是不是？想要对我们更有利一些。其实，嗯，景山的话，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喜欢战斗的棋手，战斗力很强，战斗力非常强的一个棋手、嗯、啊。其实我之前我也跟他下过棋，嗯，对，就在前，就是前不久，也是去也其实过了挺长时间，就去年尾乙的时候，嗯，也是跟他下的棋，感觉怎么样？力战型的是吧？就我对他来说，其实之前我也下过，就小的时候就是一起训练的时候也下过，就是
感觉它力量很大。其实我有意的其实不就回避了它的这种力量。啊、嗯嗯，然后就是觉得就是说日本棋手其实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印象可能是不太擅长于这种激战呀、贴身战，但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水平可能都差不多，尤其有 AI 出来的情况下。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其实大家觉得日本棋手战斗不行，但是可能有他的方式不一样，就是包括景山他其实他计算或者战斗其实是非常强的，他是非常强的，但是呢他我觉得我的理解他在攻杀方面会相对来说会弱一点，就不是说这种贴身肉搏战他不行，他是其实是非常强的，就比如说你这块棋你不活，那么他去攻杀你的时候他可能会相对来说就是稍微弱一点，他的棋就可能更偏那个就是温柔一点，就是他杀棋的时候不会那么狠，就是可能总会给自己或者对方就留一些余地，嗯啊、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所以那盘棋我下的就是疯狂的抢夺实地，嗯，然后我觉得他杀不了我，后来结果也是一样，就是他在攻杀的过程中还是选择了就是退让，就是最后大家收官，对对对对啊、对，然后最后的话就等于是他之前就是我疯狂抢实地的优势还是就体现出来了啊、所以像这种贴身肉搏的话，他我觉得并不害怕，嗯。然后他靠这个，这都也都下得非常好。嗯、如果白棋简单走的话，被黑棋一长，显然不行。嗯，对吧？如果说你这边，比如说你这如果走这边被断死了，啊，所以说他就直接靠在这儿，这都是下得非常好。嗯、所以说很紧凑的。嗯，大家如果觉得他不行的话，你可能就错了。嗯，觉得如果说黑棋还是长这个，嗯，那么白棋他就可以加。对。嗯，如果你管下来，然后他爬。爬一个。黑棋局部搬，嗯，把这接上，黑的接，摆了一搬，嗯，那么局部黑棋可能可以利用脚步的这个手段铺了之后，然后再铺，就可能会有一个顽强的手段，嗯，白棋暂时吃不了黑棋，但就算这样的话，局部对于白棋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一个棋、相当有利，那么白棋就长一个再脱先、这样黑棋肯定不能接受局部、所以说靠基本上是绝对的先手、黑的搬，然后白的顺势接住、黑的吃，那么白的这都是、他这个没有考虑粘在这儿吗？因为以后这不是还有先手，就是一个粘在这儿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转换，就是说你粘这个或者走这个，那么粘的话肯定是你担心白棋这里的先手，嗯，但是将来你会被白棋挡，对，挡了打两下，有得有失吧、就是说粘的话就是有得有失，就是他判断的话可能觉得白棋外边这两个子可能会比脚上的爬作用大，更有用。所以说他打在外面、这个应该也是正确的选择。因为白棋马上他要从这边下，从这边下的话、白棋这里就肯定是厚了，对，肯定是，那么他对于这步爬的话其实对于白棋来说只是目数的问题，所以说黑棋肯定还是应该想走在外面、他这样厚薄可能会差的比较多，下一个下成这样的话，局部双方应该都是最佳的一个变化。从这个跑出来以后，现在应该还是就军事对、没错，又补一个这边，他是，尖一个，非常的冷静，我还以为会从这边过来，就是他走这边的话，可能会担心打吃。就是打了再打，他就是你粘上肯定就是你肯定得提，我得提啊。那么他将来长这样的话，他这个打吃先手的话，那你那个爬还是比较难受的。黑棋可能现在有可能得拐一个啊。那么白棋比如说他就靠过来，就是这样的话，你虽然把这个头争过来，但是白打完长以后，白棋这块棋好像已经好了。哎，那我如果还要挡这个的话，我不如粘上。其实也不一定啊，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现在你如果再挡的话，其实是等于这样，本来是这样，就白棋可能走一个、对吧，白棋本来打你粘打我虎一个，对，那么我虎一个和这样走一手棋其实对于白棋来说其实差不多，
对，那么就是黑棋的这个子它可以放在这儿的话，它目数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嗯，就是白棋如果这个子和这个子差不多的话，嗯，可能黑棋这个子放在这里可能会好一点。嗯，啊，当然不管，就算放在这儿或者放在这儿，其实对于白棋来说都是比较满意的。啊，所以说实战老板还是老板，先这个，嗯，这个还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那白棋就从这边过来。嗯，对，这样，实战走这个，没错。那这样给黑棋这么一道缝出，我总是觉得有点窄，所以刚才想往这边下。嗯，但这步棋确实挺大的，嗯，就是他挺想抢的。嗯嗯，反正他只要不死，那么就是说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实战虽然看着很难受啊，嗯，但是这不能搬出来吗？会不会死掉？搬出来就断了。会真的要断我吗？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嗯，我真的要断你，我真的断你。对，我就担心会不会死进去啊？嗯，你危险了。嗯，气太紧了，主要这个打吃不是一个绝对的先手黑棋。嗯，啊，这个打吃有可能是一个后手，就暂时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后手。就如果说你现在打吃，那么白棋比如说我就走在外边，你这个你虽然可以长，但是我可以跳。哦，从下面过。对，你可以断吃一下，但也没什么太多用。啊，好像是气挺紧。嗯。那么你提的话，我也是跳。这样的话，我只要能过去，你就死在里面，那不行。对。那么如果说这个弯出去，这个形状不太优美。确实不太优美，但是还是比较实战，我觉得还行。其实，嗯，黑棋能出去的话，这里这抢的还是挺有价值的。嗯嗯，白棋爬一个，那这补半天，这还是先手呀？还是先手。是吧？不然这加起来，对，嗯，再跳。其实现在就是说，下到这儿，是不是陈然感觉，嗯，特别爽？白棋下的，对，感觉白棋下的特别爽。但其实就是，确实很舒服。但是可能接下来就是要白棋还债的时候了。就你前面可能确实捞的很多，然后这爬呀，这把它弄的棋形很舒服，很难看。嗯，但是你黑棋他这些厚积薄发呀，你这个面你马上你自己现在就要苦了。嗯，实战等于景山跳一个自补，自补。但是这步棋我们看，其实对于黑棋来说是完全没有影响，对，就几乎等于一步单关。嗯，就他其实相当于在还债了。是，嗯，这时候白棋能不能直接长了飞进去？这棋成立吗？我没看清这几米。我的天！这一下，如果能成立的话，黑棋反正提一下不亏。嗯，你还是要从二路回来。对，我还是要跳。我这是飞出去。飞。出得去吗？你飞这个，我给你冲断，你也出不去。你打了打，我给你封闷进去了。那我也得出头呀。看看怎么出是。可能啊，可能靠这个出。嗯。哇，这个这一下感觉特别激烈了。对，这比较刺激了。这个地方往里闷嘛。嗯，哎呀妈呀，这个我看着都渗人。这个还可以长。嗯，这边要补一个。对，这边马上要被。那边我打的长，这又断。哎，但黑棋也没几气呀。嗯。然后再长这个，这太激烈了，确实可能黑棋白棋不见得行。然后再端这个，这样的话，黑棋就出来了。就如果你打吃的接住，嗯，我冲，这样黑棋出来了。就封得住吗？加的？加我的话。我觉得黑棋气好紧啊！我冲断。嗯，这是比较大型的变化，但是好像白棋不太行。黑棋有眼，我粘上。嗯，你打吃的话，我一虎，你肯定是有眼杀无眼。你这样打，你打出来，我现在做活，白棋在这个地方想活棋好像也比较困难。对。
路有点窄。对，不过这确实白棋挺狠的这个下法。那如果先飞会不会成立呢？这棋确实就像这种时候，就是景山他比较那个，就是他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他会有可能一交致命，对，他有可能会给你点机会，就是不会让你马上去崩溃。就这个不知道能不能飞住，这好像看的也有可能。实战他等于自己补了一个，对，就棋局就漫长，就漫长了，对，会不会成为就是隐恨，我们也看不清楚这个。如果要成立的话，反正我看下黑的不就坏了。我看黑棋不见得行，而且其实他这个地方他可以先不走啊，就是他如果直接来，他可以还少紧一气呢。有没有可能成立啊？我觉得他们俩应该算清楚的，你觉得呢？不知道，反正他因为如果说这么严厉的手段成立，那我不如直接煎出来。煎出来太难受了，就是它相对贴。但是我这样我觉得也不太好看。也不太好。那煎的话的确让白棋的这个棋形太舒服。是。它如果能贴出来的话肯定还是能贴出来，就是。贴了弯出来。对，这个飞有没有可能成立？需要验算。对，实战它是反正是没有这样。这个实战等于是和平解决了。对。白棋补一个，黑棋在这边粘一个。粘吃一下，你看他现在才先粘吃你一下。你现在的话，就问问你要不要。对。就你白棋以后走不到。对，你白棋杀的时候肯定打不到了。现在你就杀不掉他你这马上提你一下还挺大的。是。白棋也挺难受。这个时候白棋就要。白棋要。黑出头。但我觉得被黑打到一下还是不太满意。白棋。还是不应该硬，我觉得。其实对于白棋来说，这块棋活的呀，他这个一冲一长，对，这冲了长先手，对吧？补一个，你黑棋得补一个。那我这棋，你其实你提我真的是关系不大，我觉得还是应该走外面。他提其实我就跳嘛，这个棋形我也挺好的，对吧？你黑棋你也是拐，应该也是拐出头，对。那么白棋我应该就这什么中间这种还补一个来一个其实上面提一下我觉得也还好，真的也好，因为如果黑棋拐出来，如果这块棋黑棋没有问题的话，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数的问题，就黑棋如果这块棋活了它拐出来头那么这个提一下其实就1 2 3 4 5牵手5 6 7，白棋反正也是活的，对。这被粘吃一下我觉得有点没不太肯其实。当然景山肯定还他是比较喜欢实地的，其实。景山是比较喜欢实地，他这个被提一下有点心痛。白棋自己补一个。自己补一个。这个都不长了吗？他长的话，首先长很想长，但是就是我压你你还得长。那么刚才就是说黑棋我为什么在这连着补，就是被黑棋过来的话他得往这儿走，得往这儿走黑棋太厚了，对吗？你得往黑的这个铁上走的话是非常难受的，是非常难受的，是这样被黑棋如果这个面过来的话，那这步棋就真的成为一个目数的问题。那么长过来的话，这被进攻过来白棋还是太苦了，虽然很想走，这被打进去我又觉得是不太优美，是不？我是觉得这步棋有问题啊，我就觉得这步棋小了，被打进去的话，黑棋其实也活了。你这边补一个，这不是被黑棋打了吗？对，你这是很难受，这边脑袋被打进去很难受。感觉景山有点错失机会了。其实当时真的不跳这个下法，来点狠的，来点狠的啊！看看效果。冲掉。冲了长。现在冲了长，着急吗？毕竟还是紧了自己一口气。不见得得，我觉得。喜欢木薯。还是喜欢木薯。其实景山特别喜欢户外实地。对。
所以那盘棋我跟他下的时候，我白棋就选择了小目三三，就是一直在下先捞后棋，先捞后棋，对，针对对手的一种下法。非常的华丽，跟刚才我这个大飞好像反正就是正常来说肯定是在补棋了这里。这种棋的话就反正看着是挺好看的，就是实不实用的话就得看这个地方将来会不会被黑棋冲击到，如果冲击的话可以防住，那么它的效率可能会高。我这个还是这边还是得有必要补一手的是吧？对，还是得补。嗯，因为你不补我一飞你直接就断了吧，这棋。哦，跟这个词你不是，你直接我就给你顶断了。顶断啊，你这就死了，就是没了。嗯啊，你说你先冲我，你先冲我，其实我冲你也没问题，我把你顶断你这个还是打不死。嗯，或者退也行，我就退回来，你这也不行。嗯，白棋肯定是得补，还得补，但补在这儿，补在这儿，将来其实还有一飞，其实飞一个还是很难受的。但看着比较好看，哇，这直接就穿象眼啊！哇，穿象眼，其实飞一个不是，我感觉，飞一个白棋怎么走啊？我如果你这还是你如果贴我还是顶还是顶端我还是顶端你还是顶你，但是你现在你可以退，你可以退，退对，这样我感觉黑棋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相当的实惠。嗯，这样这将来冲着点方这白棋，这个棋形，这也不是地儿，感觉对，这也不是地儿，只是就不愿意退这种，但是不退你挡被断了。就要不然你别挡这个，你要你先那个，感觉我就把你冲断了。不，但问题是不是就在这儿呢？其实我是觉得，对，我觉得还是正常，还是跳一个吧。啊，这个棋形的感觉上还是别浪了。别追求，别追求优美了，是吧？对，踏踏实实。但想追求还是追求的。刚才因为我刚才摆的时候，我不是我也。这种地方也，因为我不，他就是心情上来说，这种肯定可以连上，连得很好，但是效率不够，就是肯定还是想这种地方先追求一下，先反正也没看清你能不能冲击我，是，直接就穿象眼，白棋是选择替，来穿的话呀，其实那这个子就不连了。就穿的话，我觉得其实白没有对白棋造成这个叫致命的伤害。因为他这个子就无所谓，其实就本身白棋肯定他这样下肯定不满意。他不肯被白黑棋这样走过来，他如果直接贴的话，对，他这样不满意。但是他多了这个子和你这个子交换呢，他可能有可能白棋就可以接受了。如果你还是这样，那么我飞过来，那么这两个子如果你死在里面，我黑棋我白就便宜了。对吧，就是你穿在这儿我感觉对白棋没有造成致命的伤害，就是它致命伤害我觉得是这个子。对，你这样一走的话它这个棋形被你冲击到了。对。然后你这个子如果一吃掉，那么黑棋直接就地坐火。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个目数。白棋的话就等于眼位和目数都没了。我感觉是这边的这个其实对白棋来说还是逃过一劫我感觉。他没有长了，这棋没长。他贴这边。长的话，他可能觉得被不满意，不满意了。那么如果黑白棋挡的话，他再长，那交换一下，黑棋就便宜了。白棋自然也不能挡。白棋加这个。加的话，黑棋再长呢？黑棋可以长吗？这边不赢了，我尝我马上要你要搬我是对，你尝一个，我连回来，连回来，我冲，我打一个，这样回来，这样，这样是什么情况？好像黑棋也不见得便宜，被白的占了，这边得补棋吧？这地方的补，主要是能补好一点还行，补的不太舒服，如果虎的话。被拐过来
这种确实这样不见得。嗯。啊，还不能唱这个，不能太过瘾了。实战呢？实战是。实战它是粘上。啊，粘上。嗯。啊。粘上。他，你如果你虎的话，他在长啊，你虎的还长，我也粘上，白的粘上，嗯，再一飞，嗯，就白棋的意图就是说，本来他觉得本来也得粘，嗯，那么在我粘之前呢，我先加一个，和你做一个交换，我再粘，这样的话，这两个就便宜了，不然的话，你这个子清了，我先粘你这个子清了，我就走不到了，嗯，应该是这个意图。这个，嗯，出头。白棋现在他是在治孤吗？白棋在治孤，对，他得处理好。但是感觉他是自己跑自己，对吧？没有跟别人对跑的黑棋。他争取把你这两个带上。对，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跑好像挺无聊的。嗯嗯、确实、嗯、自己一个人跑的确是没什么意思。嗯嗯，退。对吧，白棋退回来，白棋退回来，嗯，黑的应该要靠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能把这两个子带上的话，哎，这棋，嗯，不能带上它，能不能带上它？如果黑的贴的话，嗯、其实就白棋应该就达到目的，我就带上它，就带上它了。就是黑棋最强硬的就是拐住，嗯。那么白的顶，然后黑的咔嚓，白的飞，哎，白的征子有力，可以搬。对，征不掉这两个。哦、啊，那黑棋有可能先引征也可能。嗯。如果征子有力的话，就拐走。这样你封不住黑棋。我如果飞一个是能不能封住它、嗯、我搬出来。靠是吧，靠着。嗯，也行，搬也行。嗯。这样。这还是一个征子的问题。还是要征子。嗯。还是要征子。那如果说征子有利的话是。现在是谁有利？现在是白棋有利啊、哦，白棋有利。嗯，现在是争不掉、嗯、这个地方。啊，就是如果争子有利的话，可能黑棋可以拐、嗯，那么白棋没有改，还选择了退。嗯，但这样被黑棋靠住，感觉黑棋还很舒服的。嗯，因为这个子现在马上要被黑棋吃下来了，吃下来，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气比较紧。嗯，黑棋这里应该问题不大，这个子要吃下来，黑棋这实地还是。蛮可观的，我觉得，嗯，这要带不上黑棋，我觉得这一串黑棋的作战还是成功的。他没走，哎，我这边搬了，哦，还是带不上是吧？你这个地方气特别紧，你搬我，甚至我，这么狠吗？你就尝一个好了，让我沾上。我不肯吧，好吧，肯吗？让你粘上，还是也无所谓，可能也无所谓，嗯，其实你从这儿出来也挺没劲，对，黑棋那也比较厚，是，嗯，所以挺没劲的，他走的这边，嗯，嗯，啊，黑的也脱先了，黑的飞压这个，嗯，其实刚才如果尖的话，可能黑棋也会在这边先飞压引征，嗯，等于这一段先告一段落。告一段落了，嗯，那形势怎么样呢？我感觉还是比较支持黑棋的，嗯，因为我觉得从作战的情况上来看，白棋几乎等于都是单关这一串，自己之孤啊，对。然后黑棋通过这个攻击的话，这里还是得到了一些，嗯，至少这有一个面吧。虽然不是后背后将来有个冲，但是黑棋是面肯定还是已经是成为事实了，嗯。然后这边通过这个穿象眼之后贴一下靠过来。也是取得了不错的一个战果。嗯嗯，总体来说，感觉我还是比较支持黑棋。我觉得黑棋不错的、感觉对。嗯，
当然这对于他们来说这胜负还太早，就感觉还早，就老老实实的下，没有考虑冲断这种战斗，这个就是风格问题了。嗯，就是风格问题。你不是判断说黑棋好下吗？但是我不如把局面搅乱一点，黑的白的应该长，黑的应该长，嗯，白的长这个，黑的跳，对，现在怎么样？尖一个，然后白的挡，就反正这是之前的一个下法吧，嗯嗯，也没看到白棋搅乱到啥，主要主要还是。不见得，这个就是飞压的时候，其实你现在很少看到冲断。对，就是冲断的话，因为首先白棋这个角活得比较惨，将来主要这个精微角这一点，嗯，你不就算你能活，你可估计也是个双活，就你不算你打劫活已经不错了，就你可能这种拖一拖什么，可能能蹭个双活，但几乎等于没有目。然后外边的话，黑棋两边都走到了，白棋如果攻击不到黑棋的话，就是这样冲断的下法。嗯，会容易落空，没得到什么啊？对，所以说现在基本上都是爬，就很少能冲断。当然，就是你现在你的这个想法其实挺好的，就是、因为局面不利嘛，就是冲断寻找这种头绪。嗯啊，当然就是这反正双刃剑，你可能寻找头绪也是确实有了，嗯，但有可能加速了你的死亡。好吧，对，就这样的话，暂时看好像不见得便宜，嗯、就是作战。嗯，对，还是找时机吧。对，还是先稳住。嗯，其实差距我觉得不会很大的。就爬一个黑棋长、嗯，然后白棋飞。对。对。黑棋跳。黑棋跳。嗯，白棋也跟着跳一个。嗯。镇住。嗯。就这个地方，这个他的行棋的一个思路还是挺好的，就是大家肯定想这棋、嗯、我干脆我从这儿能不能给他一下给他封过来就最好，嗯啊，这样的话就是你有可能就是反而就是可能着急了，反而就让自己的棋形变得不好，嗯，他这个地方呢，他跳一个让白的一跳，然后他一震，就他给你一条路走，啊，当然就是你看白棋他会不会走，因为如果走的话，嗯，对吧，黑的比如说我就飞一个，然后你过来，嗯，白黑棋我可能我就这样走一个啊，这样的话你虽然这条路白棋走过来了，但是黑棋中间他也活了，还吃了一些木薯，然后通过这个，白棋也没什么木呀，他也走到了，对你其实你中间其实你这几步全是单关，对，对黑棋来说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嗯，啊，大家不要觉得我这个地方就被白的全都进来了，就你全都围住是不太现实的，嗯，啊，你给对方一条路走，嗯。就白棋不知道肯不肯尖，在这个地方没有，啊，哦，搬出来搬这个啊，就是白棋觉得嗯还是不想尖、嗯，啊，黑的还是长了，嗯，这个长粘上。那么黑棋，你看你说你要不走，那么耶，那我就走这边不下了，啊，就是他觉得这个实力还是挺大的啊、哦。其实我觉得白棋可能还是尖掉算了，就尖掉刚才交换几个，虽然不太肯，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嗯，就也许白棋可能是想通过这几个走完以后，在这地方直接从这地方有没有可能找头绪？嗯，但是这黑棋跳住感觉还是太大了。这个白棋如果这四个子攻不到黑棋的话。这样我觉得黑棋实地实在是这一篇，他会不会想说黑棋跟这边跟着硬一个，就我这个是先手然后再回过来，有可能他有可能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当然就是他肯就是第一感他主要不肯尖，嗯，等于这边也围这边也走好了，他不愿意，对他不愿意，他不愿意，但是这边围住了，眼看着也挺大的，有点大，看着反正是肉眼可见的有点大，是吧？嗯，只能在这边，就是看看怎么作为，对，怎么去攻击黑棋，能取得一定的效果，嗯、对，不然的话，实际上这一块还是有点太大了。嗯，这就反正飞呗，或者这种，对，分段黑棋是，嗯，是战。看他走的啥，实战哦啊，怎么自己回去了？哦，他判断形势很好吗？
这个我说实话有点感觉是分段他呀，有点理解不了。这个是什么？营气不到事儿了。这形势判断问题，他可能觉得慢慢下，对自己后半盘有信心，还是觉得他觉得这能活，这能活。哦，我们看这老板直接就不理你，干脆直接把这给你围住，把你最后一个能进来的口给你封住。嗯，这看上去白棋空不太可能够吧？这如果全是木的话，十、十四、二十四、二五、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五、四十五、五十五目棋，黑在这一块儿。嗯，六十目棋，黑在六十目棋，白这一十目，十六、二十五，那地方几乎没有。现在白棋全局不到三十目棋。那我把这个加一刀。加一刀的话，你大概多了十五目，就四十五目。嗯，我六十目，还这个角没算呢。还一空角。对，这黑。这白棋的目不太可能够这个，嗯，我感觉当然差不会差的很多啊，就是但是感觉还是明显黑棋好的，嗯，白棋可能这边可以什么冲着跳一下，嗯，那这里面还有活动空间吗？人家再补一手是不是就没可能了？我反正看不出来这要是这要是再能活，不是要是电脑来有可能，这要是人工智能。进来的话可能你杀也不见得杀得了他。嗯。那这作为人类来说我感觉这实在是。这一人下一步子怎么活，对，这你说你这没有这个跳你有这个跳那我可能进来还有点可能性。嗯。这口也封住了这口也封住了这进来再活那真的是不把黑棋这。对吧，嗯。你这不把我们范老板当将军啊这个肯定不行。这盯住、哦、这能活吗，嗯。这景山真的是这样干啊，是啊，拼了，这就是我这边先走好然后这边我跟你讲是不是这样，这个他这个下法有点是有点像我对他的那个态度说实话是这样的，嗯，就是我跟他下的时候就是我就是那种有的时候就我真的是明知不可为为之，就是看你敢不敢这样跟我拼，嗯，但考虑到他的棋风可能不是那么硬杀的，就是可能状态不一样，比如说我跟景山下我肯定是抱着冲击他的一个心态，那可能他跟老板下他觉得他抱着冲击老板的心态、他要搅，对，他要搅，嗯，对，就是可能心态不太一样，嗯，但这样实在是太欺负人了，这黑棋这我我脱先不会了，我脱先你能活吗这个地方、嗯，你看脱签了吧，这我是觉得这我感觉啊，如果说黑棋尖一个，嗯，景山我觉得他也不是那么就是过分的。那么不讲道理、啊、对、啊、我估计他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哦、占点便宜算。对，如果说我现在我跳到这儿比如说你补一个，嗯，那么我肯定我死了没错，那么现在我比如说我再挤你一下是吧，你得补一个。啊、你也补一个，我确实死了。啊，但是你看跟刚才我们说点木的相比的话，如果说这样黑棋你直接木是挡在这儿的，对，那么实战等于你走在这儿的，对，对吧，我挤了一下，嗯，那么是不是作为差别，那作为白棋来说其实他也还是便宜了一些，对，啊，他应该是这个意图，他也不是他要想活，我觉得他想活不太可能，他可能也是走这种活，对，他可以拆这个二，我觉得还是想找点借用占点便宜、对，应该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嗯，那实战这老板确实这感觉这火上来了，确实挺想吃在这，我感觉还挺想吃在这，拖一个，嗯，拖一个，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形成转换，嗯，黑棋把角吃了，然后白棋让白棋在这里做火，对，嗯，退，虎住，嗯，那白的再建一个应该活了，活了，嗯嗯，但是这个角沦陷了。沦陷，但是这个空转到了这边，对，形成了转换，嗯，这个确实需要判断了，但我觉得黑棋有必要吗，确实就是感觉脾气上来了，确实就是这你这啥意思，这个当然还是得冷静的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哎，这样的话这边刚才围了半天这种对我怎么觉得都白下了呢，
我也感觉这个转换好像是白起满意的一个变化呀，感觉这样是一个白起满意的变化。嗯，还是应该冷静的去吃它，我觉得。杀它。啊，还是应该冷静的杀它。就给它一路。对，你不行就让一点。让一路的话，嗯，就也还是黑棋不错。对，这个感觉转化还是要亏一点。小帆可能觉得不能忍。啊，对。挡住。嗯。然后白棋做活。活在这儿。活在这儿。活在这儿。那应该活在。往上面走。这种有没有可能？当然，他还是会担心这里会不会有棋有棋哈、啊。嗯，活在这里面踏实。对，他里边是踏实一些。嗯，但感觉黑棋能挡到还是挺舒服的。嗯，哎，这个棋我有没有可能不补？比如说我把这个，是不是就太脱先了？这能活吗？这个感觉火气越来越大。啊。这黑棋应该是想不到，这他可能他不会拼的。白棋刚觉得形势可能好点，他刚把这活了，有所缓解，他不可能再拖先这个，这个还是应该还是要补一个，还要补一个，好吧，嗯，很稳健，白棋下的，一个跳，对，这棋就进入收官了，我感觉这棋应该还是挺细的，黑的是几的一个？嗯，为什么是几一个呢？正常我们通常都是搬，就是我们之前下棋的话，应该都是搬。搬他是担心搬这个吗？现在就正常是搬打一下，打一个，对吧？这个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手段。那现在他挤，因为挤完之后他不见得搬得到了。那现在搬，我们理解他是不是要怕担心变化，担心白棋搬这个的变化？嗯，有没有可能？应该是有所顾虑，应该有所顾虑。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本来可能不太怕，但是可能白棋现在，比如说我打完之后虎出来，这样你这三个我白棋这外边子儿太多了，对，有点危险，进入包围圈。嗯，你要是吃一个，他再打一下，你接上可能落个后手，他觉得这也有一些重复。嗯，啊，就黑棋不论这样走还是这样走，就在平常的话肯定都是不害怕的。嗯，但在现在的话，可能被这样下会有所担心黑棋。是啊，所以说他就单起了一个，还是比较细腻。白棋粘上。嗯，那么黑棋现在应该不会搬了。黑棋走这边。嗯，这确实不是收官的意思啊，这个。这个应该就是他的意思，应该就是通过攻击然后来收官，他不想自己收官。但是作为白棋来说，这么长的棋应该也不太害怕。不是，我觉得这步棋不是巨大吗？这步棋太诱人了吧？是。这黑棋刚才吃黑棋不好收是吧？这里就说这个时候黑棋抢他的话，对。啊、哦，确实，他是不是不太好收？他是觉得不知道下在哪儿。嗯，确实不见得好下。白棋下的话就也白棋肯定是飞这个，但黑的下确实接一个稍微差点意思，要不就贴死他吧，感觉也挺大的。就贴的话，因为是这样，我贴的话，如果你搬了力，那么我脱先，我已经便宜了不少了。嗯，就这个搬的不能当就是说我贴你搬了力。嗯。然后我挡住再被你搬粘一下，我全都硬住你不行，我就说我虎成这样，那么黑棋我就脱先了，就不能算你搬了力的搬粘。那么将来我也有可能搬这个，就是说我要下的时候啊，所以说我觉得贴死也挺大，我感觉啊，如果算白的走掉，那这步棋就不大了。嗯啊，感觉白棋挺想飞的，虽然真这个还是飞，黑棋立一个。哦，白棋飞过来，这样的话，黑棋这里还有断点。嗯嗯，还要威胁一下。现在也没有抢这个，他也没有抢，还是走上面，还是走这个，还是觉得这步棋，其实一种感觉就是会不会担心落空？就是这个棋啊，就有那么一点就是欺负日本棋手的感觉了。
啊，就是这种棋就有那么一点这种感觉了，就是往往就是我们以前下棋的时候其实也经常有这种棋，就是觉得跟日本棋，日本棋手会，对，他会稍微比如说讲道理的话跟你硬一下，然后你可能就便宜了，对，就是像这种棋感觉有一点这个意思。现在的话其实大家水平都非常接近，这种地方你想欺负人家肯定是欺负不到的。搬外面，这景山直接就给你活到脚上来，这根本都不理你。粘住吗？打肯定不行，他这搬里边的话白棋就算退一个，你是不是立，那么我拐你接上，对，我跟着，然后这个子儿进去了。你这个子儿，你这个当初你去威胁人家的子儿，你可能不在了，你可能这不行，不太乐观，这不太乐观啊！搬外面吧，还是得搬外面啊。搬外面的话，就是说，白的搬的话，现在黑的吃肯定不行。就这个局部比较常见，然后正好也打一白，就是如果你吃了挡，你看他，你不是 A B 见合吗？但是白棋我就打了打，你就给我长，我爬，你再长，然后我一立，主要这脚上局部杀不过白棋，黑的死了，黑的挡，就白的点一个，局部黑棋杀不过白棋，对，你要这种猴，他人家爬先手，人家收气或者跳出去你都死，所以这个棋局部黑棋不能这样下，就别人搬的时候，大家千万也不能这么走，黑棋打不成立，对，打不成立，想一些别的办法，打不成立，它可以有辅助的，但现在辅助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常的话可能辅助可以，那白的可能平常的话有可能是这样打了爬做活，对吧，然后这样再长，那么黑棋整个这个子放到这儿了，那黑棋还是可以的，黑棋这样把你吃了，让你在这做活，这样可能双方就在平时可能定型可能是都还行吧，但是现在的话你下成这样，白棋它不是从二路打的，它是要从这边打的，它平常它也有可能从这边打啊，还是收这边，对，如果你走这个的话，主要是又进去了。他虎主要是先手，这粘上你插棋杀不过。对，我要补一个，那这个你要这边如果算你连，我这个地方大家这个应该还是搬，排在一立，通过脚上的那个特殊性，对，直接就黑棋就危险，黑除非打了虎一个这样打劫，但这黑棋太重了，或者黑的加一个打劫，但黑的也是非常重。是那这个局部就是黑棋啊，还是要想一些变化，这样王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家欣赏这盘棋，一会儿见。白，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6局的现场直播，是由中国棋手范廷钰对阵日本的景山裕太。王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脚局部的变化，对，刚才我们之前呢，在休息之前我们介绍了不能打吃这个，那不能虎，那么黑棋的变化应该也只有一种，就是单粘，对，这个不管是从此局面还是在平常的定性来说，这个棋应该也是单粘，那么白棋拖一个拖的话也是局部比较好的一个下法，在平常也是这样。活脚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活的话会比较难受，如果说你粘或者就粘我虎，然后你搬了虎，这样活棋肯定没问题，但是黑棋的棋形相对来说比较完美，那么局部黑白棋也不太那如果立呢？立的话呢，它也是虎，那么你还是立。将来呢再被点一下，其实你这里边目数还是很惨，那么黑棋的话棋形也相对比较完美，也是不太满意，那在平常的话这个白棋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法，那么在平常我们不看这盘棋的话，如果周围没有子的话，那么黑棋应该是吃一个局部，然后呢白棋打吃，然后黑棋有两种下法，一个是挖吃下来，黑白棋提，然后黑的立，白的虎，黑的搬，然后白棋搬粘。那如果是
开局的时候就很早就搬到一路上，就是在我们下这个棋形的时候，肯定是外边肯定是黑棋的势力，就不可能说你这有个单关跳，我可以挂角，我不挂，或者我直接拖进去，那么就是还是因为是外面肯定是黑棋的一个潜力嘛，白棋先手这样活一个角还是比较不错的，这角上已经活了不用补了，白棋黑打完以后点白就挡住，里面虽然有双活，但是白棋不补，目数问题白棋这个是个实地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黑棋外面也很厚，这样是双方两分，这个局部的话两分，就是还是要看配合，如果外面黑棋太厚了，白棋不满意，那不能这样走或者是说黑棋外边走厚了满意的话，那白黑棋也可以这样下这个就是看选择还有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白黑棋就提掉，提掉，然后白的虎一个，就产生这两种变化吧。就这个提也是可以下的，但是要根据场合，就是你打下立下去觉得价值不大的话，那么提的话实地会比那个好一点，当然在此局面下，如果说黑棋这样下，我估计白棋虎都不虎了，他就直接给你搬起来了，然后让你吃这个，然后我再打这个。就刚才他把这个吃了，刚才陈然老师心心念念的这四个子终于给他吃下来了这样的转换黑棋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说在这个局面呢，范廷钰呢他也不能吃这个，那就搬一个白棋粘上，白的接住，黑的接住，然后白棋立，那这也活的不小呀，这比刚才白棋无论粘还是立活的大了好多，对，感觉黑棋亏了，主要黑棋也不是特别厚，这个棋外边这将来被白的这种地方弄一弄我还觉得这步棋有点拖大，当初的这一步镇神头稍微有点拖大，感觉还不如捞一个实在的我觉得是或者守个角去也可以因为你不镇神头，你捞一个实在的，他拖你就把角守住，这个地方可以给白棋围的其实因为你死在里面等于亏手棋肯定不行，不但这个肯定得抢了吧，本来这两个一人一个的话白棋已经把你的角抢了但是他抢的话确实他现在如果抢白棋真的不是他不是说只是活角的问题，你这个子可能还有问题他还要弄你他打点你粘上，他这都下来这种地方还不怕吗，或者拐一个也挺大的他实战好像还是继续的去威胁一下白棋，是贴住然后也断一个考验一下白棋问一下硬手，就是如果说你吃那么他挡就变成绝弦了对吧，你本来挡是后手嘛，如果吃他挡变成绝弦了，如果你走这儿的话他肯定还要继续问你一个，这样的话你如果吃这个那他这个粘就变成先手了所以说问一下，问硬手，白棋往外拐反击景山意思你现在你可以这个先手，那我拐在外边了你没走在里边你现在你挡在这儿，那我再吃回来将来就是黑棋如果立是什么东西，这立白的挡住打一个黑的暂时也杀不过，黑的挡在白色再加回去，那么就等于拐到一下棋也没事，那么如果说你走这个那么就是说白棋的意图就是说我走在外边了局部的话杀不过还是先放着，先立一下，问一下先不下，立一下不亏应该这边搬他总要在中间走出点东西，对这个对当初自己的这部镇神头也得有个交代，是吧？有个交代，白的扳住，黑的接住，补一个，白的并，粘上。不并的话，这里有靠断，白的接住。这我怎么感觉又漫长了呢？漫长了，我觉得这一段黑棋一定是有疑问的，有亏损吗？有亏损，这没下到东西嘛，这白棋都连上了，这角这回你活了这么大，就刚才把这地方收住口的时候这一点目觉得好像好不少对还是没想好，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交换，尤其这边被活然后这边也被活一个角是又感觉没什么优势了哇这个冲击中间持续的冲击对只有一靠，那这棋还没有想象中那么惨，这个没补住吗？
就这一下，这个子没补住这个，但这个他不会把你靠断了，你不补这个，他直接给你靠断这儿了。我这个子死掉了，这个子连不上现在。如果我要连整体，你要对你要连的话，他冲过来，你这个要被断开。你也不见得死，但是他可能你如果连那个，比如说他这种下来可能是先手，嗯，对，你要走在这儿的话，他是几先手，他一个他可以冲过来啊。哦，可以冲过来，还是连不上？单冲这个连不上，嗯，你打他一跑，他刚好。哦，嗯，他是看到了这两条手，我看到了这个，但我还是觉得实际其实还是挺亏的。嗯，立一下，嗯，把他挡住，这都是命令型。搬一个，搬一下，白棋补回去，白棋补回去，冲，把这个中间冲了，嗯，把中间冲了。围出来一些木薯，嗯，那也还行啊，感觉上这儿是不是？这死活白棋不成问题，白棋实在是推这个，你要是搬我，嗯，我就挡，你断我吧。对，比如说我就双一个，嗯，你断我，看着那么凶险，我打你，你接上，嗯，我唬你，我补一个，你接上。回走，你可能我怎么觉得我都快不行了？你不行了呀！你这杀气，这白气啊，那这个不成立。嗯，就白气不用补，暂时不用补，但白跳应该是先手，嗯，他其实他随时跳一下啊，应该就没问题了。嗯嗯，我实战飞下面对着，黑棋，哎呀，终于来吃这个了，这个刚才没有对。贴这个啊，对对对，嗯，啊，贴了是吧？啊，还是贴着下的啊？那还是贴着吃，还是这种吃，还是这种还是贴好？因为走这个的话，虽然就是你可能目数稍微得一点，但你没有下一手棋黑的，嗯，就白的可能这以后就是白棋的，嗯，就是我们还是刚才说贴的话，白棋这个搬了力的时候，嗯，黑棋一定是脱先的，嗯，黑棋一定是脱先的，是，他不可能再挡你搬粘全都硬上，那这就不大了。啊，因为他下一手棋就是这个，你搬了力和我跳，就是说，咱们这是一个就是转换，这是一个双方咱们共有的，嗯，啊，谁都可以下，不是说你的先手，啊，那么如果当初搬先手就不好了，嗯，啊，来的飞，对，我们这是不是快要跟上实战进程？啊，冲一把，冲一把！如果白的挡的话，白棋这个扳是成立了，好像。哦，对，哦，白棋好像这个地方应该先跳一下，应该先跳，交换掉。对，这被黑棋冲一下，好像白棋有问题。嗯，这一下好像亏很多哎。这样的话，这个气被冲了加了。嗯。哦，白棋这个棋没有先跳一下。没走到，嗯，就是被黑棋走到了，黑棋走先手，对吧？哦，那你这总得补了吧？确实，这是反正是有断的。那白棋实际上它是贴起来了，它如果再硬的话，感觉这地方被吃了，哦，白棋应该亏很多。嗯，搬，接一下是全力。嗯。接下没补住，还是有扳。嗯，啊，就下到这儿了。就下到这儿。啊，就下到现在这儿。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现场实时的画面。农心杯，一个小时的起，每方一个小时。嗯，一次一分钟读秒。嗯，对，下到这儿。现在的话，肯定有一方读秒了，对吧？肯定有一方读秒了。嗯。肯定有一方读秒了，那肯定是那就是范老板读秒了。是吗？对呀，啊，那现在景山还在想啊，他这想了肯定超过不止一分钟了。嗯，那他超时了，那超过一分钟。对，我们看一下。嗯，那，嗯，现在棋谱哎走了。哦，我看看，我这儿好像慢一点，我这刚到这儿。哦，他还是走了，他补住了还是？嗯，哦，还是顶住了。这个棋没有敢中间冲击一下黑棋是吧？比如这么出来啊？对，有没有可能？嗯，
长。长。长我的话。冲这个。冲这个。我这两个是不是还得要？你得要，你就挤一下吧。嗯。挤一下，你给它动过来。这是啥？这样。嗯。这样。这样行吗？行，好像。好像行。但也挺乱的，但是、看上去不见得成立。就是景山实在没有这样走。嗯。他还是稳住。稳住。嗯，那这样黑棋开心。嗯，这本来白棋的先手跳两下，被黑棋反先手跳了两下。对，嗯，那这样黑棋开心，感觉、然后本来白棋跳的话，这个冲还冲不到，白的可以挡住的。嗯，现在只能退。是，嗯，这样感觉黑棋又重新是不是又掌握了优势呢？我觉得，嗯嗯。冲。嗯。冲白的应该只能退啊，黑棋不能挡，挡被断死了应该。这个冲，黑棋咋走你就死了，我就打了度过也可以。嗯。或者我打这个应该也可以，打了打。嗯。再打过，这样也死了。对。嗯。只能退，应该是只能退。嗯，那这一下差好多，这么来退挡住，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个地方，嗯，老板算稳住了，我感觉。这感觉，这个地方当时我感觉被白棋搅和成这样的时候，黑棋有点担心，有点担心。嗯嗯。现在黑棋如果说黑棋补一个，嗯，这棋怎么样呢？白棋把这个收了。现在是不是没大的，他也就挡住，也就挡住是吧？现在没大的了，这中间围这个跟挡住，挡住大吧？应该挡住大，就差不多，就算这样吧，这样好点目。好，现在这样，那么白棋中间先不算，就是黑棋这里先不算吧？嗯，先点一下基本的目数。52目抢，52目棋吧，白棋。白棋，嗯，那黑棋呢？黑棋478目，但中间没有算。如果黑棋中间有10目棋的话，就是578目。啊，那好像这棋也挺细的，说不清是吧？嗯，还得收一收。对，我感觉也是挺细的。嗯。那我有没有可能收这个呀，王老师？就这个还是大。我收这个，别走那个。不走这个是吧？行吗？不走这个会不会有棋呢？就是我担心。这怎么收？搬着收还是？跳吧，刚才不是让白着跳，嗯，还是跳着收。那中间，嗯，刚才说的冲。对，不，我是觉得你刚才都没来下。刚才都没来，刚才没，因为我这当时大龙断着呢，有风险。对，我要是落一后了，断大龙死了。我现在我这放开手脚跟你搏一搏，有没有可能？我好像这确实暂时没什么棋，没看到什么棋。嗯。哦，断一个，断了一个。嗯。断一个，哎，断一个好棋啊！断一个黑的只有拐，嗯，应该白的再搬，它比直接搬，就因为直接搬的话，黑棋就退回来就没什么东西了。对，就断一下，交换了一下，嗯，再一搬。如果说你现在你吃我这个，比如说我先虎一下，这个没有是吧？有了，嗯，黑棋跳了是真。哦，黑棋先是对，哦，就是没有补那个，嗯，这样的话你得补这个，嗯，
那我再把这个接住。哇，这个这黑棋是啥情况？这黑棋是啥情况？我是不是这边还得忙活？你忙活，你关键是忙活的回去吗？关键。你忙活是可以，但是你忙活的回去吗？这个棋，啊，可以跳这个是吧？可以跳这个。一冲。对。我得连。可以猥琐的回去。但这也挺大的，这先手先手对啊，步数不小，嗯，确实，我那个跳也很诱人，确实，这现在这棋看黑的怎么处理呢？嗯、哦，先冲下面，冲这个，冲一个白的就挡住呗，有什么关系呢？有啥关系啊？这是没看出来。最终还是要断的，对，就挡住，那你不这不还一样的吗？这我断一个吃一个、嗯，我这边是活的，对，然后我就处理这边，嗯，对，你就处理这边，对，但动目数都没了，嗯，那冲一个，他意图是什么？不知道，这是不是打将啊？这些、嗯、哦，这冲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打将啊？因为确实这时候。嗯往这冲一个，确实跟这边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联系。嗯。黑的白棋实在没挡。搬上去了。这突然怎么这变化却如此之快呢？那我从后面回来了呀。可以吗？啊，你从后面回来。可以吧？这只能回来呀，这不回来还能咋办？回家。回家，就赶紧的。哎，不是他挡的话，他是担心什么呢？不知道啊，没看出来啊。嗯。这是什么情况呀？这棋搬了一个，白的一接，不动了。下到这儿，现在是什么情况，陈楠？现在啊，这军事的情况。军事的情况吗？对，50多。啊，胜率是吗？嗯。啊，这是军事，我以为黑棋要好不少呢。现在是什么？现在如果黑的如果吃这个，嗯，白的吃，提，度过，黑的拐回来。啊，这黑的死了，白棋接上黑的死了，接上就死了。嗯，快一气不能吃，冲出来，冲出来，我粘上，你粘上，你打这个，我估计是打这个，尝一个，我打这个，你尝一个，再尝一个，我接住。然后你把这个给它吃了，嗯，然后把这个冲了，怎么突然变调了？这突然棋就变激情起来了，这形成了一个大转换。是，黑棋是不是还得硬一个这里？嗯，这样的话再点点目，嗯。中间不算的话，他现在56。嗯。白的差不多也56目前。中间就是现在白的走黑的，如果有一贴目，那就是细棋。嗯。就是细棋。现在。这样的话。哎。刚才直接回来好一点。我感觉直接回来好。从胜率上看、嗯、啊，我感觉直接回来好。对，实战现在有点乱，又回到50多了。现在，嗯，冲的时候黑棋没有选择转换，黑的选择了粘上。嗯，把
白棋粘，黑棋粘上，对。黑棋粘上掉不少啊，白棋一下78了。粘上。嗯。这应该冲出来，他给的变化。粘上白的应该度过呀。白棋也没度过呀。嗯。是。应该度过。这度过黑棋怎么办啊？度过黑棋，黑棋现在只能走这儿啊。嗯，对。走这白的这一长。我冲一个。你只能冲我，我这他妈是把你冲死了这里。对。不是，我这还可以单冲这个呀。冲这个白的就不错。冲这个他这边是啊，这也可以，确实也可以。那我还可以冲这个，关键是我冲这个，这不能冲过来吗？嗯，这你粘上我一走，这接不归呀、啊。哦，冲这也行吧，你这吃了你。哎，总之他度过的话，好像黑棋不太行。我也感觉这为啥不度过呢？对，这白棋关键时刻又松了一下，读秒了。读秒了，读秒了，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我有点分析不出来呀。嗯、这个棋这度过看不见，不可能吧？这个，这度过黑棋，他也不能走这儿吧？这，那白的先手都给他吃了，这样，这黑的只能拐吃。嗯，他再一长，这没变化呀。对，那那边掉了。对呀、啊。那不是黑棋完了？完了。那他们没有挡，没有挡、啊，还好，我只能说、啊、躲过一劫。没挡吗、啊？我们的黑棋我还是比较，你看为黑棋着想啊。这失误有点大吧？这两个人是都读秒了，是不是有可能？对，3:30了。有可能是都进入读秒了、嗯，现在就是比赛已经进行了2.5小时。嗯、他冲回来，对白棋，黑棋搬过。躲过一劫，躲过一劫，嗯，这还是不小的劫、啊。关键是我觉得这一挡，这黑棋好像不，嗯，也得这样贴住。啊、这样的话，就是说，那就是说，现在这个转换呀、嗯，和刚才我们摆的之前的那个转换是差不少的。黑棋其实就少吃了这一个子，那么白棋刚才都把这都吃了，嗯。对吧？现在就吃了这两个，这转换还是差不少。白棋现在这个棋能不能吃五个，还是一个未知数呢？那我刚才粘这儿不就行了吗？你粘这儿一样的沉，你这时候我吃你还你跑这还是断开了。嗯，就同样就是你这儿也有个断，你这其实也等于、嗯、相当来说你也有个断。那你这个贴不是目数好一点？目数好一点，对，目数好一点。嗯嗯，现在白棋能。白棋啊、哦，白棋贴一个，其实也能吃到黑棋这个，好像。嗯。贴的话，黑棋也不敢跑，因为跑的话，就是白的这个挤还是先手。嗯。对，然后他就把你冲断。这边是回不去。对你这边回不去，那么回不去的话，你虽然这个扳是先手，但是好像也没啥用。嗯。是吧？飞不回去。哎，但你可以虎这个。虎这个我靠住。靠虎。你飞是飞不飞？嗯，哎，那黑虎啊，那这棋白的还不能贴。嗯，哎，那他回去了呀？那这棋吃不掉吗？吃不掉啊，那吃不掉，那关键黑棋要赢了一些。错进错出啊，错进错出，这地方双方失误还是非常多、嗯。吃不掉，好像是吃不掉。嗯。吃不掉，这里，白棋跳这个了。嗯，什么情况？我怎么是？怎么这一步棋掉了这么多？是假的吗？这点进来是什么？这个吗？啊。这点进来是什么意思？死进去了。死进去了，真死进去了。这一点棋都没有啊？不是吧？
这是点错鼠标了，不能吧？这地方要收的话，正常是正常就跳一个呗，跳一个，对呀、啊，嗯，就他肯定是想点顶虎在这儿，他这是回不去，回不去啊！这袜站粘上，这班站先生都亏手棋吧？这点一个。跟白的收了靠是一样的、这点几乎一点用处都没有。看看双方，从面色来看，好像老板的确有点凝重呀，我感觉。嗯。景山还挺淡定的，好像。对。现在已经跟上他们实战的进程了。啊，还是很紧张，我感觉看着都紧张。是。嗯，这步棋是啥情况？这步棋是啥情况？搬。这一袜。啥也没有。只能打呀。嗯。就接住。这不能回来吧，这回来嗯应该不能便宜，我觉得把它打一下，对，粘上，粘上，再把这个顶住，这还其实是收气，嗯，这收气还是吊着的，然后可以收这个，哇，这不能便宜，这收一手，收了一手棋肯定亏了，不如直接在这跳。对，我看看，这那如果不退回来的话，那死进去，那就不是那正在干嘛？不，还是得退回来。退回来但又不便宜，不便宜，退回来不便宜，不退回来又没收到，就打勺了。勺子，不是滑标就是，应该不是滑标。误算，滑标可能就滑到这种地方去了。嗯，这个应该是误算，可能是。因为现在都是网络对局，不排除这种滑标的可能性。确实，但是应该是误算了。嗯，可能都读秒了吧，就。因为这步棋的确是送在里面了，就是这跟那个直接就是白棋靠住收官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等于是亏手棋加送一目。这个时候来这么一下也承受不住啊。这真的是亏手棋加送一目啊。就而且还是就是还是那个韩国规则，韩国规则就是亏手棋加送一目。嗯，就中国规则的话，你这个你就你放里边不放里边其实是一样的。嗯，那韩国规则你放在里边，你要多给人家数一目棋的。嗯，这里啊，实在走这个打劫，打劫，哇，这个形式。我觉得刚才看，我感觉黑棋要赢了。地方反过来之后，好像还好。好是好是，不是黑棋要赢吗？我觉得这下成这样，这黑棋就简单收官不赢吗？不赢。他是不是判断，如果不是滑标的情况下，你在这地方做劫，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他应该是看错这步棋，就这步棋如果不下错肯定是黑棋要好的黑棋。嗯，就现在这个劫打起来出现一个失误，这个地方这个劫打起来这没什么劫才黑的，其实白棋这不全是劫吗？嗯，哎，这时候看人家这边补的这么牢，你这主要这被轰了，这得损，这将来得打着力全都回来了。哎呦喂，确实是这样了，就开劫了，实战就是开劫了。
也从对局双方的表情来看，景山这个想说的应该是什么？这些你还能跟我打劫？也有点意外是吧？有点意外。嗯。这个劫提过来，现在黑棋能看到的，就这个地方，我觉得你把这个子搁下来肯定不是劫。我吃这个呢，你吃这个是劫吗？十、二十、三十目，应该是劫，吃这个应该是劫。吃这个应该是劫，因为白的其实是有劫的，你吃我可以应你啊。啊，实战黑棋虎，白棋就硬嘛。你提劫，现在我就比如说我就断一个，断你一个，你只能接住吧。我不能你吃不能那吃，个，吃被我吃肯定不行。对。你要吃的话，被我吃又多没劫财，你要接住。就提回来，那我下一个接。下劫就不好找了。你吃这个肯定是不是劫，但你冲的话，你又损气了。这地方，这是劫吗？如果冲下来，脚是。大型死活现场。活吗？打劫好像，拐一个，再点，两手劫，还得红，又打劫，那打这边劫，先他红那边掉。还红掉，这角，我也还是两手劫。不过白棋有可能就硬，硬完之后白的这里还是有劫财。白棋的话其实不是特别重，因为你提了，其实你也就是跑一个吃我。果然他就是断一个，他走的这个，那下面还有一枚劫财。哦，他啊，还是走的这个啊，这一枚劫财差得起吗？他觉得这目数好，目数也不好啊。但问题是，不是这啥意思啊？有点乱了，现在。这目数也亏了，缩回去是吧？这粘上没毛病啊，这棋，这我该吃的时候一样吃你，先走这被我打一下吃，不是目数还亏了，劫财还亏了，关键这儿的话，白棋肯定不能找这个劫吧？你找这个劫，这亏多了。你要找这个劫的话，这个地方他也不能轻易找，就白棋。他如果冲一下黑的，这里多了好多搬劫财，先生，对，多了好多劫财，他也不能轻易找。那将来可能黑棋找黑白棋可能找劫找这边，那么黑棋粘上这也没劫财。这样的话，这不理解这个棋。确实，这个时候步调有点乱了。这个，这是。旁观者清啊，我感觉就是可能还是，因为还是农心杯的这个原因吧，我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主要是，反正加上一读秒，这确实是，有点乱，好像老板现因在。为这盘棋对范成宇来说也很关键。他再赢了的话，他在这个农心杯上的胜局记录就追平了李昌镐，排第一了就。他现在第二，现在是持平的吗？现在是差一盘。这盘赢了的话，就追平李昌镐。赢了的话追平，对，那就很是想说，赢。也是破纪录的一盘棋，是吧？对，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队这个团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这争棋无名局，这个，反正现在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想想办法？有没有就是比创如造这种，机会？来个劫。他实战是靠这个的，但是我感觉这应该不是劫。我总觉得，因为你这边跟着鹰，我这还有一个劫啊。我白棋，但是我黑白棋看清他是活的话，他就不会应你了。就这样的话，他如果是活棋的话。哦，还能活一半儿。不是我，
贴这个，你是不可能吃掉我的呀。嗯，确实有点，因为你要虎的话，我一团你肯定是两个你没了。嗯，然后你要吃我这个尝试先手，对吧？我这冲回来了，你这现在是的后手，我这都吃活了。嗯，那我这一团，我这上面一只眼，底下一只眼，很清楚。你要往里挤也不行，我尝先手，我直接还是把你团死。嗯，就是你往里挤，可能能吃我一半吧，或者这样吃一半，那吃一半。这边先损失很大，那边先损了，关键是中间白棋尖，你可能没办法兼顾了。嗯，这个白棋这时候对锦山来说应该没什么太大难度了。嗯，黑棋靠了一个白棋，哦，小姐，小姐，黑棋这样的话。这白棋搬肯定要搬的，不，你这种局面再让他活一半肯定是不行啊，因为对我能不能全把他杀了？是挺想，但是这搬的贴实在是太清楚了，我觉得，就是不是一般的清楚，就黑的只能挤在这儿最强，嗯，只能挤在这儿最强，因为你其实你走，可能他一团他已经是只眼。就白的不能先团，先团黑的打一下，白的没有眼，这里，嗯，白的先贴这个，嗯，然后挤挤的话，现在团能拐出去，白的不能打，白的尝一下这个就好，尝的话黑的，反正这个也行吧，你拐一个，人家反正也是冲回来，这样你走这个，他中间走一个，嗯。这转换不成，这看起来肯定是不太够。这吃了24、6、8、10、12、14、16、18、20、24步棋，嗯，加上白的1、2、3、4、5、6，大概一共吃了30步棋。白的这里吃了十，大概17、8目。嗯，这你上面已经花花了，上面损了24、6、8、10、12、20、23，上面已经损了比这边大了，这中间白死，这个肯定不行。嗯。他没断是这样，哦，断确实你比较清楚的不行。贴一个，哎，啊，可以贴，嗯，哎，那是不是还有点机会啊？我如果退的话不活吗？你要再你退，我再挤回来，你回来，嗯，比如说我这边。你局部上面攒一只眼还可以吧？攒一只眼，攒你只能冲吧？我只能冲，这我肯定只能冲。我再打一个。你打还是贴我？哦，哎，我现在就是希望局面乱一点。是，我们找找打也可以，好像打也可以打，因为黑棋打白的提劫，打劫肯定不行。嗯，因为那劫已经被打输了，再打劫肯定不行。嗯，但是我不打劫，白棋这里确实已经有眼，肯定不能粘了，就打的话肯定不能粘。哎，他这些都没走哎，他退掉了吧？我这里是显示退掉了，现在退掉了，先下到几，下给这样，现在下成这样，嗯，然后退掉，嗯，白的如果直接贴是死的还是活的呀？直接贴我，你然后也是虎，他打你再打贴，嗯。也是虎，其实挤进来也不行吗？挤进来，这确实，这贴只有虎再一打的话，就直接打劫了。
有没有看到一丝曙光？曙光，曙光，只能这个。其实白的刚才打吃其实挺简明，这现在这样挡住，对，冲是曙光吗？你看，也不是啥曙光。我打，他就打这个，一断，他就提劫。嗯，这也不行，这劫肯定没劫了。你接上的话，他团是打，他粘上是也行，粘上再立这个。嗯，对，主要这边都这个形状了，这个不太好动手。还比较薄，主要那边、应该是困难。我直接挤进来，挤进来不行，好像。紧进来你也不能粘，这样等于白棋提一下先手，你只能靠进来杀他，然后他虎先手就冲回去了，这样就虎了，这铁眼这里是。或者我刚才直接打，贴这个直接打，不直接打也行，但白棋下法比较多就是。实战啊，虎了一个，虎一个，那白的已经虎了。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棋形，它是一只铁眼。嗯，那这样的话，就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些棋盘主要是没有什么角的地方。再点一下目，看看，四五六，十二。不，这棋是输太多了。黑棋这现在就不到四十目棋，白的等于这里已经活尽了，是吗？白的五十多了都，尽活，就是一点，你这个他是个铁眼，就是你靠近他虎先手，就你只能顶一个，人家可能还拐在这儿，就是这盘面白棋盘面要十几目。猴了，还是靠前，还是靠前，靠前不是明显不行，就是调整一下心情了，我感觉。这还是靠前，什么意思？确实可能是调整心情。对，因为。这明显活了，这一笔千和。嗯，那这个失误看起来还是很致命。哪个？这个点吧，这个不，这地方双方其实他们已经感觉，双方都没看清，对对，没有走出最优。这靠起来是。寄希望于别人不会虎，这不是景山毕竟也是日本的第一人啊，这个、不太可能捡到、是吧？对，不是，这不是，关陈老师不是景山，这你说你下你也会虎吧？这，这边也没用，因为没有用，白棋都是活棋，对。确实找不到其他的办法、感觉。哎呀，还是非常可惜的。我觉得就是这边最终定型之后还是很有机会的。还是很有机会的。我感觉定型完黑棋要好的。黑棋如果正常收官、当时感觉黑棋要赢的。嗯。这突然一下子就变调子了。这现在是肯定是杀不掉了。这棋。估计方老板应该不会继续下。啊，这个失误，这会不会是点错鼠标呢？应该不会啊，感觉。对，这棋到这里，范廷钰已经认输了。认输了，应该不会再下了。这个地方不能再下了，应该是。
那就真的是很遗憾。确实，这是多少首呀、啊？这182首。嗯，等于182首，景山玉台就中盘获胜。嗯嗯，这两位棋手也是已经离开了比赛现场，嗯、可能小范还是需要调整一下心情。确实，自己的这个失误实在是有一点离谱了。嗯嗯。那这盘棋王老师给我们整体最后总结一下啊，这棋嗯就是我感觉开始的话其实双方就是感觉下的还质量还是很高、嗯、就是双方就是你来我往的，就是一切都是在相互的克制与反克制吧。嗯、当从这个战斗出来以后，应该本来应该我觉得白棋应该还是稍微主动一点的感觉，但是后来景山的这个粘然后这个跳就是好像错过了一些什么、嗯、感觉被那个樊廷玉他这个拐出来把这个头打过去以后，嗯，在跳到这儿的时候感觉上黑棋好像占据了稍微的一点主动吧。嗯，然后景山这里这个象眼这步补棋很华丽，但是好像效果并不理想。后来樊廷玉从这穿象眼之后下到这个靠长过来，黑棋还是比较顺利的感觉。嗯。后来包括黑棋连续的获得了这个跳和这个跳两步棋，把这个围上以后，嗯，当时我们感觉黑棋还是明显比较不错的一个棋局啊。然后景山确实他这个日本第一人还是有他的这个实力啊，他这个直接点了这样拆二，就是明显感觉到不行，但是他还是这样走了，就让樊廷玉可能当时心态有一定的发生一定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当时黑的，我觉得继续，比如说盯在这儿杀，我觉得应该也是能杀掉的。就是吃掉，把这块围住。对，我就是黑棋不错。横下一条心，就是我来杀你。嗯嗯，当时范老板肯定是这我冲在这儿杀你算了。嗯，就感觉就是还是有求稳了吧。然后后来等于景山通过这个脱退，把这个角活就弃掉，然后把这一块做活之后，嗯，棋局好像又变得漫长了许多。是，嗯，后来然后范老板这步阵，我觉得中间这步阵啊，这个阵头其实白的已经补了好多手棋了，还要去威胁他，感觉稍微有点欺负人。嗯，后来等于被白棋把这个搅活了以后，我已经感觉有点逆转的味道。我感觉有逆转的味道，好像白棋应该不差，活成这样太大了这个棋。嗯嗯，后来的话就是白棋这里这个跳没有跳掉，还是挺关键的。被黑棋把这个地方冲了一跳之后，好像顿时棋局又倾向于黑棋了，就感觉双方后来机会还都很多。嗯，最后地方应该是进入读秒有点乱。对，这个地方双方肯定失误特别多，我感觉。对，就感觉这应该每步棋好像都有点问题。反正下到最后这个结果的话，嗯，我觉得黑棋还是可以接受的，反正。是。嗯。嗯，就双方都有机会，当然景山也没有抓住在这个局部。嗯，我觉得是。嗯啊，下到这肯定是黑棋不错，嗯，应该是黑棋，我感觉明显还是好一点，我觉得，啊，当然还得收官，就是好的也很有限嘛，对，黑的稍好大概是，对，刚刚进入收官，刚刚进入收官的时候，范老板这一步点，确实阴差阳错，不知道是比较致命，对，哪里看错了，就是这一手棋，因为如果点完被白的一靠，就正常黑棋走的话，就相当于就是亏一手棋加一目棋。这个是受不了，这个对抵挡不住这个失误。对他们这种等级的较量，这种失误肯定不可能在那个翻盘。是啊，嗯，后来等于景山就抓住这个机会，嗯，一举就把劫打赢了，这一做活黑棋就不很清楚。嗯嗯，这个致命的失误是范老板应该是不能接受的，最后的败仗，对，不能接受他，所以这后来这些棋他肯定是对自己的这一步点的表现肯定还是非常失望。嗯。嗯，确实这盘棋也很遗憾哈。对，那这样的话，景山玉太战胜了范廷玉。本届比赛是从开局到现在没有一位棋手取得连胜，中日韩三国都是交替的在打擂台。那明天呢，同一时间是韩国棋手上台登擂挑战景山玉太。那中国棋手先暂时暂作休息。那我们还在明天同一时间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农心杯的直播，也请大家继续关注。那今天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